哎，我想问你们，听他讲河南话，理解一点问题都没有吧？那就行，那就行。哦，我你有问题吗？我有一点点。比如说哪个你听不懂？啊，林师傅，你说。有一般我听不太懂。有一半。我能理解你的这个节奏和力量。你像是河南话，我听不太懂。林师傅，你别说了，我跟外国人说话。你说的不是河南话，你说的可像那外国人勉强说中国话的感觉。哦，那你教我河南话好了。啊，你这样说啊，是那个咦咦咦，你能啥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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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喝汤了没？你喝汤了没？你喝汤了没？你吃饭了没？哦，那你真可爱嘞！你也可好玩了你啊！你也可好玩了你！你可好玩嘞？这可好玩了！你可好玩了、哎、对对、哦、你可好玩嘞！哎，你可好玩了！哦哦，我听你讲话太亲切了，因为我奶奶讲话就是这样的。先讲话，讲任何话之前，先来个咦！啊，是现在先起个范儿，就是我要讲话了，咦、啊！然后就开始讲话，所以我特别我只有最早接触河南话，河南豫剧吗？你听过？哦不，少林寺在河。松山小林寺是吗？啊，我最早只有跟释小龙合作的时候听他讲河南话。啊，是俺老乡了，都是河南的。对。还有林师傅，我们李师傅。真的太棒了，非常喜欢你，送你四个字：不明觉厉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解释解释。太，不是太谦虚了。虽然我不太明白，但是我都觉得你很厉害。过奖过奖，谢谢谢谢林师傅，谢谢林师傅。